接下来请收看慈灯缅甸弘法行。几度蓝天白云的去来，不问云海幻化的繁华无常，仿佛只为守候那一抹彩虹浅浅的微笑。就像善行得到了应许，于大其力观音寺大殿前，海涛法师再以施食法门为众人宣说大乘佛教的慈悲之道。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要升起这个悲心，为了众生，所以我要帮他们修福报功德，目的呢，希望他们暂时离开痛苦，就近将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而成佛。然后我永远不离开这个菩提心。我们做佛的弟子，供养佛，那就是我们要分担如来驾业。每一个佛菩萨就是想要帮助，帮助众生。所以各位同学念下来，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佛的心是菩提心，大悲菩提心。所以我们供养佛，我们的心要学佛的大悲心。大乘佛教的重点就是施食法门，大乘佛教最大的法化就是水陆法会、咽口法会，讲的都是施食法门。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教的重点是慈悲啊，你为了要施食要先供养三宝啊，所以你家养一只动物，天天吃，你说哦，吃多久啊？它都不死，你不要这个观念，它最好像一只乌龟活200年，它每天吃，你就每天在积功德啊。所以你喂越长寿的动物，身体越大型的动物，功德越大。那各位，慈悲帮助众生，才是自己开智慧、断烦恼最快的方法。自私就是痛苦，慈悲才有快乐。你不断地去慈悲帮助众生，根本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贪嗔痴，这样是最快的方法。如果你每天在找自己的贪嗔痴，想要把它消灭掉，那你可能花很多时间，甚至觉得很无聊。但是佛陀讲了一个最快的帮助众生，就是净化自己最快的。就像说一个妈妈为了救她的小孩子，她根本就不会爱漂亮啊、化妆啊等等，因为她想办法就是要帮助那个自己可怜的小孩子，她就超越了自己。所以佛陀在经典最主要表达，这个我自己是所有痛苦生命的敌人，因为有这个我，就有我喜欢的叫贪，我不喜欢的叫嗔恚啊，执着这个我叫愚痴。所以超越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想着如何帮助众生，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相对于不羁来去的宽广与空，洞穴则是暗黑与极尽角力的场域。洞穴中光的边界是眼前的画地自限，也是内在极尽的无边洞隙。沿着小灯泡指路的微光，大起立钟乳石洞内，除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引造而成的曲折之外，也有许多佛像与坛城供设其中。如果天地间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那敬畏之间的思辨与作为，
也如同菩萨慧因众生未果的哲理般显露无遗。滴水穿石，若非千年的修行，如何形塑出串串垂坠的钟乳石？当水珠滴落的瞬间，洞穴内也如极尽照破，一瞬决然。取其绝尘的宁静与灵气，洞穴也成为灵修闭关要地。洞中高梯处，正是寺院老佛爷的闭关房。沿着洞穴路径蜿蜒而入，高低起伏之间，佛像诸尊广设其间，海涛法师也领众燃香供养，于坛城前做甘露水敏施食，利而为天，普施六道永远众生。当天于钟乳石洞道场慈悲施食法会上，海涛法师谆谆教诲，开示大乘佛教的慈悲之道。慈悲就是不为自己想，超越自己，只想别人，那才是慈悲。那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开悟，甚至所谓证阿罗汉，断烦恼。如果我们修行很认真，好像只是为了我的健康发财，或是我个人能够解脱生死，不要轮回，那这样还是属于个人的。那释迦牟尼佛他要我们学他成为佛陀帮助众生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做上供下施烟供，就要用这种很慈悲的心态，而一点都不为自己想，这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佛教的重点一定要证得无我的智慧空性，你才不会怕痛怕酸怕苦，你才有更有能力帮助众生。你如果你太在乎自己的感觉痛或快乐，那你就会忘了众生，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要求自己证得空性，你才能够也敢下地狱，也敢去投胎做癌症，就算投胎十岁要死的，我也可以去度一个人，我也愿意去，这样你才敢不断地去轮回帮助别人。慈悲施食法会上，志工沿途点燃成排的小小灯烛，坛城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式高果美食，百万灯烛在落叶中闪耀紫光。法师高举经幡，为六道有情消灾祈福，也为十方三世往往众的慈悲超度引航彼岸。十方坛城前百烛千灯，闪闪明光，焰光花火，瞬间辉耀暗夜星空。大齐地观音寺内，五彩旗幡与伞盖，揭示着菩提园内的开光庆典。各种获救的物命，迫不及待地展现生命的能量。在维挪法师的带领下，请师行舞，端持戒定真香，来到上座前顶礼，请师移驾菩提园，为药师甘露殿
与阿育王住开光大典主法。仪式中，主法和尚先是领众于药师甘露殿前上香礼佛，然后静观持咒，于菩提园药师甘露殿内外观世音菩萨像与阿育王住前洒净加持。庄严的梵呗声中，功德主与香灯人员分别于药师佛与观世音菩萨座前献上十供养宝物。善信大德人手一把香草，一一随喜献供。开光大典上，主法法师手持明镜念诵开光偈，同时也以阿育王成为佛教大护法的故事为众人开示。借由佛像的开光仪式，愿大家都扫除红迷，得到开光。念经记，老去无时亦为尘，还复本来清净身，自信光明从此发，有缘众生尽沾恩泰。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照镜记，照破无始无明，还原本来清净，从此放光现瑞，随即应化众生开。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执笔，道场成就智心王，尘沙世界妙难量，朱笔点开正法眼，天下太平处处祥。哦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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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毛巾、镜子、朱笔我们后世的施主最好带回去，供在佛堂，功德无量啊，拿来净化家里佛像，红走的护持三宝。那么念开光咒，来，嗡，阿弥陀佛，波罗蜜，孙那里，波罗陀罗尼，那那里吽。一心齐行，药师七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安住莲座，慈悲众生。嗡阿吽，嗡阿吽，一心齐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安住莲座，普度众生。嗡阿吽，一心齐行，佛教转轮圣王，阿育王大护法，护持佛教。Oh.
所有法师健康自在，健康自在，佛法无障碍，佛法无障碍。那这一次我们药师殿有很多护法居士出钱出力，我们药师甘露殿有我们张锦良、黄美如、张宜倩、黄双纯、翁月华、吴俊德、王孝凤、李娟、陈真祥、黄美娜居士来护持，还有大悲观音菩萨，还有阿义王柱，还有两个甘露炉，有郭家慧、何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名字，各位自己来看吧。所以来念一下：所谓布施者，所谓布施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供养布施以器，随喜以器，当愿众生所作皆般，具足佛法。布施者，一切满愿，消灾延寿。回向所有往生者，罪障消除，永离三途，同生净土。那么三宝呢？三藐三菩提。弟子呢？大智塔。供真理主义春体三宝合。末了，大和尚与功德主们于菩提园内，为药师佛甘露殿与阿育王柱的开光圆满剪彩祝贺，祝福仿如彩球遥向天际，直达天庭。后来到湄公河畔的寺院参访，除了挑高的大殿，佛像座前精雕细缕的七彩龙柱擎天而立的巍然气派之外，寺院内也保存了许多精致的佛像与法宝。依着湄公河岸梵呗声声，法师结印持咒，以慈悲烟供与众生广结善缘。经幡舞动中，烟云化作慈悲，迎风扬送众人的祝祷。末了，更以龙王宝瓶为湄公河两岸的有缘众生祈愿祝福。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愿持宝瓶，放入河中，龙族加持，风调雨顺，一切平安，一切平安。傍晚，在大绮丽观音寺的慈悲施食法会上，海涛法师特别为边境贫童的助学及共生领众佩服。我们法师他们在乡下有一个寺庙，现在办了学校，对不对？1000多个学生，我能不能请法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也来随喜护持学校好不好？因为学校里面也有很多出家众，他的师父办的一个学校，我们上回台湾有做了一些布施，那我也今天也准备了20万泰国钱布施，那大家也随喜布施好不好？本寺由威尼亚大法师在1998年5月28日正式招生成立，由受中央僧侣主席团，也就是说缅甸最高的僧侣主席团的宗旨为目标，为那些贫困或是父母双亡或是
求学困难或是无宗教者、无宗教的子女们提供教育环境。由本次维尼亚大法师在缅甸北方，所谓的缅北、南坎、三邦北部、中国大陆西南边陲月丽江岸、南坎市、摩坎区正式奠基建立。按本市院长，最大的问题仍然还是教学材料，就是说随时我愿随时恭候各位那些已经用过的书，我们随时欢迎各位聚到我们这里哈。我们那里呢，主要是缺少的是参考材料和相关的教学设备，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海涛法师和海涛法师带的所有追踪一起给我院提供的20万泰铢，小生在此感到非常高兴，也代表本市寺院院长向海涛法师与各位表示非常感恩，感恩各位。然后学小生已受本市院院长之命向海涛法师发出邀请，海涛法师何时合适的时间也请到本院去支持去励志，谢谢。大家了解了，来帮助边境的小孩子读书包括吃饭等等，大家就放在前面做供养。阿弥陀佛。法会上，海涛法师也提出了救护大型物品的慈悲邀请。但是我有一个计划，大家帮忙啊，就是救那些老马、老牛、老乳牛，特别是老乳牛。我们在台湾救了很多老乳牛，那些老乳牛一直为他们产牛奶生小孩，后来得乳房癌了，或是已经生病了不能产奶了，他们马上卖到屠杀场杀掉。所以我们就跟这些屠宰场拜托了，或乳牛店说你要淘汰了通知我，我们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不过有时候我会拜托这个养牛说，能不能让它最后一次怀孕通知我们，我们把它买回来。为什么？那个乳牛一怀孕以后啊，它买回来它很快生下来，为了这只小羊啊、小牛啊，它就会活下去，它可以亲自喂它奶。因为养在那个乳牛场的乳牛，如果在台湾啊、在纽西兰啊，几乎它不可能喂到奶，因为小牛一生出来他们就把小牛集中养，甚至集中杀掉，然后呢要母牛的奶，这样一直强迫把它吸，所以它从来没有喂过自己的小孩子，所以它永远在忧郁症发疯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最后一次就会通知它，它怀孕了通知我们，它说价钱贵一点没关系，然后买回来以后养到现在，那只母牛就会快乐的不得了。就算母牛哪一天生病要死了，它的牛油它的小孩子永远站在它身边不离开牛也很孝顺的至少让牛恢复佛性，这个孝顺，这个爱小牛就是佛性嘛，它不是在这种被虐待孤独死亡。所以希望大家帮忙，我那天从黑河坐飞机来，路边有很多马在帮忙拖车，那我就问那些老马怎么办，他说老马就送去屠宰场杀了当做牛肉卖掉没有人会吃马肉了，但是就是这样杀掉好可怜所以我想就老牛老乳牛、老马，大家都能够帮忙能够救他们至少让他们安享一段天年吧。所以我想身为一个佛教徒可以做的事很多，特别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对象就是众生嘛，众生。所以念一下来，众生缘慈，你要修慈悲心一定要有众生让你修慈悲心。那我们在大齐地成立护生缘，
最主要的目的盖那个佛塔，然后以后旁边还会放很多小动物，希望把那个佛塔变成动物道超度佛塔，因为每一种动物我们就帮它供在佛塔那边啊，然后挂风马旗，大家绕塔的时候等于超度了这些动物。那站在菩萨道必须学这个，所以我们弘光法师发起了一个每年1200块，一个月100泰铢护持护生员，目前有160个护持者，大家随喜。刚刚我们布施我们学校的总共的金钱，我们念一下，大家也可以随喜。美金1200块，泰币258880元，哇，这下大家要发了，888，人民币361元，缅币76万5000元，台币200元，随喜功德，你一拍掌。在随喜护持的掌声中，海涛法师勉励众人安住苦性，离所有相，发菩提心，在慈悲的道业上精进成佛。佛教的原理就是空性，空性表现出来就是互相依靠，所以人不能没有太阳、树、水一样。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各位安住在空性。什么叫安住在空性？就是说对一切你都喜欢，每一个生命都是你应该关心的，但是不执着哪一个，这个叫空性。所以念一下，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谓空性是不执着单单哪一个，但是生起大悲平等心，关心所有生命。那我想我们也必须要学这样。简单的说，以爱你儿子的方法去爱所有生命，以孝顺你父母的方法去孝顺所有众生，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佛法的精要啊！佛法的精要，再念一次：离所有相，发菩提心。哎，我们在房间贴的这两个字，我刚刚看，离所有相，就是你不要分别人相、我相、众生相，这样离所有相。哦，你喜欢人，但是却吃猪肉，啊，猪也是个相，人也是个相，所以离所有相就是有智慧空性，啊，花草树木跟人跟猪是平等的，所以离所有相而发起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来，承担所有生命的苦，而精进成佛。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很多人很喜欢，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泰文、印尼文，各种国家的语文，包括英文，来弘扬出去。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1分钟50000块台币，90分钟，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5分钟的卡通动画，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活